做博主的话，美食路线吗？美食吃播吗？对对对，我可以吃超级多，可以吃超级多，我可以吃超级多。Hello， 徐凯，之前有听说过你刚从深圳回来，那么其实我也是深圳的，然后听说你也拿到那个核酸检测的那个大礼包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就是那个感受如何？我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，我是做鼻腔、鼻子和嘴，都我有都对对都有做，对对都有是都做。其实喉咙还好，我当时做完之后就有一点难受，但我想也没大家说那么夸张啊。结果那个鼻子就直接感觉到了天灵盖，对不对？我还在说没那么夸张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捅完这一个了，我当时愣了。再捅第二个出来，我那个整个人发懵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朋友圈都揭发，我的鼻子告诉我，我已经不能再接受核酸检测了。真的，我当时真眼泪止不住的，就没有这样子流的，非常难受，往外飞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你隔离的时候有没有在坚持健身之类的？还好，因为更多的时候还是就借此好好休息啊，然后多看一些电影和书。去了解一些当下的时讯之类的。如果你觉得你做博主的话，你会走美食路线，还是美妆路线，还是生活路线，还是搞笑博主？我觉得真的是我要做博主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美食路线吧。美食吃播吗？对对对，我可以吃超级多，只不过现在控制住了。就要控制饮食，因为最近好像是有拍那个《大唐儿女行》这部电视剧，对吧？你是最近要播？要播了是吗？因为今天我们是法国娇兰的青春大使嘛，那么是我们法国娇兰的一个品牌的专访活动，想问一下你对于法国娇兰这个品牌的印象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？它有很悠久历史啊，然后最吸引我就是它的气质和它的优雅，整个气质会让你觉得是一个很温婉很大气的一个女性的角色。对。那么今天其实也是母亲节嘛，然后有知道你之前好像有送过娇兰的礼物给妈妈，然后对妈妈特别特别好。如果是今年的话，你从娇兰的我们的单品当中有没有什么想送给妈妈的礼物？送给妈妈法国娇兰的香水是吧？对。那么这瓶香水的话，其实是椰香的香水，然后就会给整个人感觉就是一个比较清新，然后很温暖的感觉，也蛮符合妈妈形象的。我前几天有去超话逛一逛，然后发现女生粉丝真的特别特别多。那么520的话，其实你有没有一个就是想要推荐给女生朋友粉丝的一个礼物呢？520啊，对，其实我生活中我就希望他们会用一下帝皇蜂丝啊，帝皇蜂丝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同款的徐凯同款的双焦精华，对吧？ 对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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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然后可以让自己的皮肤保持一个比较年轻比较活力的一个状态。对对对，所以徐凯的女友粉们记住，就是徐凯同款的双焦精华。今天我想给你推荐一款香水，觉得这一款就是柑橘味道这个香水会比较符合徐凯的形象。因为之前有看到你发那个娇兰的那个 MV 有打篮球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整个很阳光的感觉。那么这瓶柑橘罗勒也是比较我觉得符合你形象，很阳光很清爽的一个柑橘香调的香水，也就像你篮球打篮球那种非常干净非常清爽的一个形象。就是橘子刚刚剥开，非常清爽。就是真的清爽。最后的话，想帮粉丝某一个福利，就是我有在超话发起，就是大家最想问徐凯的问题，两个最关心的就是，听说你有唱情歌王，对吧？就是亚洲歌王，对吗？深圳小歌王。那么会不会考虑再唱歌给粉丝听？不会了。不会了吗？不会，退出歌坛。退出歌坛。那他们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时候给自己的电视剧唱 BGM， 唱主题曲之类的？我有在想。有在学习这个，当然如果大家很想听的话，我会去尝试的。对，好的好的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粉丝非常关心的，什么时候空降粉丝群？这两天吧。